近日，老牌国货抱团取暖处 CP 掀起了一波抢购潮，不少人后知后觉发现，原来良心国货品牌在各个领域丝毫不差。各户类有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百玉牙膏，无毒无害不含氟；服饰有曾经承包了妈妈大半个鞋柜的百丽皮鞋，而国货家电更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中成长。就拿家家必备的净水器来说吧，有个国货品牌根据国人爱喝热水的习惯，研发出了先净化后加热的净热一体机，一台比八台，它就是国民品牌美的。不止空调遥遥领先，新研发的这款星河净热一体机也是解决了老百姓的喝热水难题，自主掌控核心技术的同时，将价格打了下来，更加普惠用户。创新聚热式加热设计，从根源上杜绝了铅滚水的可能，又能保证800G 大水量，4秒一杯水，彻底告别涓涓细流。滤芯标配杜邦陶氏 RO 膜，不含化学阻垢剂，智能零沉水，每天第一杯水都能够放心喝，做到了三档控温定量，无需额外等待水烧开，流速快，水质纯，出水净。美的再一次用实力证明，中国本土品牌丝毫不差，只有苦修内功才能换来厚积薄发，期待未来更多的中国品牌能够被看见。